来 ，OK， 我们刚刚说是从九月二号起，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08频道，对不对 ？OK， 大家记得吗？跟我一起来讲一下。好，告诉我，我们咒片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什么频道播出？后面有一点点。哇，我觉得礼物不够哎。很难取舍，真的。啊，冷静点，冷静点。真的，我可以分一下这个礼物吗？来 ，OK， 来，你喊得这么辛苦，我把我的礼物拆出来分给大家。这你应该给他吧？我们的厂商是。呀，哦对，还要感谢我们今天这个奖品所提供的那个。我们奖品的那个赞助商，谢谢。人，好，谢谢大家。来，还有个蛋，还有个蛋。啊，好好好。OK，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收看我们这个咒变。OK， 每个人现在讲一个一定要看我们的戏的理由，好不好？从正环开始，嗯。每个人讲一句话，就是说为什么要一定要看我们的戏？因为好看啊！啊，一定好看啊！啊，什么？所以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心声嘛？因为它好看，一定要看。因为它非常好看。因为它肯定非常好看。我要先讲吧，干嘛那么害羞？干嘛那么害羞？因为他超级好看。两个商量这么久，讲了我要讲的话，你讲吧。为什么一定要看？为什么一定要看？除了看你之外，除了看我之外。你很烦哎，要讲什么你都讲了。OK， 为什么要看呢？就是因为这是一个新加坡很难得你会看到一个律师的题材的一个悬疑片。当然，我们里面有很多很感人的因素，然后里面有很多 case 也是你前面可能有听说过的。对，题材比较新。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二四六六个人有演，就这么简单。大家一定要收看啊，咒变。从每个月开始，九月二号开始，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9:00。然后呢，现在我们要一起来，帮我们的工作人员录一句话。我们现在录那句话，对不对 ？OK， 我们转过来，来，我转过来。